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罗静，暂停一下，我们出去一趟。去哪儿啊？去见阿成。谢谢宋浩辰，谢谢冷队长。走吧。 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你，青哥，都怪你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青哥，你别怪我，我想来想去，还是跟宋所长坦白了。 犯了很大的错，只有赎罪才能拯救自己。你做的对，没有错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。醒悟的太晚了，不晚，只要我们醒悟了，就不会晚。 我让你受了这么多苦，如果还有下辈子的话，就如果真……别说了，青哥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再苦我都不怕。 怎么样？没问题，走吧。哎，龙老师，让他们俩再聊一会儿吧，好不容易才见面呢。可他们是罪犯啊！罪犯也能有情感，虽然他们犯了重罪，但他们情感是真挚的。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坐警察时间长了，就会变得冷血。在这不能久留，罗静在这儿不安全。 从现在开始，全城搜捕白狼。一旦发现白狼踪迹，
立即严密监控。为了防止他们武力反抗，保证群众安全，我们不实施抓捕，放白狼上山赴约。我们前等后堵，争取一举歼灭白狼集团。我带队押送罗静上山，指认地点，起获赃款，查封工厂，等待与昆明来的警力会合，在罗寨伏击白狼。武强，哎，你负责开河市的搜捕，力争赶狼上山，围追堵截，断其后路。好，宋锁，你负责转移罗琼到你们的社区，让他好好养伤，把他口供录完。刘队，你负责保护。是。周局、杨队、王队，还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。边防同志还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咱们分头行动吧。好，好，好。妈，我上班了啊。婷婷，你这次的任务真的不用出外勤啊？真的，真的，千真万确。我呢，就留在社区里面负责照顾阿琼，你就放心吧。冷文坤不错，这个决定很英明。妈，你也太逗了，都用上英明这么大的词儿了。就是嘛，怎么了？冷文坤就是不错，业务也好，但是你不能跟他好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妈，拜拜。对，你先出去忙吧。你这次算是过关了，不过以后啊，你要多注意休息，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注射抑制剂。那我再给你开点药。啊，谢谢张主任，谢谢。好好休息啊。好。好的，我知道了啊。钱副厅长，您放心吧。嗯。怎么？要说这次检测不合格，你也要向省厅汇报？嗯，我会的。你别忘了，现在是案件的关键时刻，离不开我。我知道，但您也别忘了，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您还有很多战友呢，有普翔，还有我，我们都很关心案子。但我们更关心您。刘队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好。
我就把钱转走了。他在戒毒所的时候，让你联系过鲍叔？是，联系过。外边有什么情况？没有，老大在吗？哎，在。他可在上面？大哥，我们回来了。怎么样？给你看张相片。现在警察频繁的出现在医院，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。少爷那儿也打听不到什么消息。老大，你看这张相片像不像戒毒所里面那个叫宋婷的警察？现在医院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所以兄弟们不敢靠得太近，太危险了。老大，老大你去哪儿？你们在这等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你们都站在原地别动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这有没有一位病人叫阿琼的？有啊。啊，他住哪个房间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表叔，爹妈呀在大南山出不来，所以我来看看他。他今天已经出院了。出院了？对。他是被谁带走的？这个我不清楚。啊，谢谢。哎，有人来看阿琼啊？是啊，是他一个男亲戚。哎，他不是转走了吗？是啊，警察也奇奇怪怪的，那个女孩变得那么重就转走了，并且啊转到哪里都不让我们出。哎，我看到那些警察全撤了。是啊，我听说她男朋友是吸毒鬼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她男朋友之前还来看过她，而且啊搞得神神秘秘的。这么神秘你怎么看到的？我当然是偷偷看到的呀，而且啊她男朋友长得挺帅的。我就说嘛，你是个花痴，你还不承认。才不是，我才不喜欢吸毒鬼呢。是呀。老大，警局和社区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，现在整个市的警察都在搜索我们，而且还设了50个关卡在堵截，我们太危险了。老大，万一我们的行踪要是露出什么马脚的话，那我们麻烦就大了。趁着开河市的郊区还没有完全被封锁，我们赶紧远走高飞吧。你放屁！钱呢？工厂呢？没有钱没有工厂，我往哪儿飞啊？老大，先保命要紧啊。况且按照你所说，少爷他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少爷恐怕他已经反水了。少爷反水？老大，就算你打死我，我也要说。咱走吧。少爷他已经变了。
和我们这些跟着你的兄弟都没有变，我们都愿意跟着你。老大，走吧，咱只要偷渡出去，咱可以东山再起。老大，老大，伙计一直对你忠心耿耿。兄弟们，我们撤。通知在开河境内的兄弟，分三路，直接去边境。是，快。老陈，王部长来了。辛苦了啊，王部长。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有分歧啊。好，老田的方案啊，有点冒险。哎，大致的情况啊，我都已经了解了。来吧，坐下。哎，说说你们俩的分歧。此案啊，关系重大。按照老田的做法呢，我是担心地方上的警力不够，另外冷文坤现在又职业暴露，我又担心他的身体，你说到现场他能指挥吗？我以我白狼专案组组长的身份保证，如果说这次冷文坤的行动失败，我会负全部责任。哎，钱婷啊，我知道冷文坤是你的爱将，我们也没有怀疑他的能力，但是我们就凭岳雄这条线索就一定能把白狼抓到手吗？老陈呐，你说我们就这样的争论下去就能抓着白狼了吗？钱婷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。没时间了，同志。好了，同志们不要争论了。老钱啊，你赶紧把冷文坤的行动方案调来给我看。好，小曹。是。看完之后立刻召集党组会研究决定，另外立刻通知省厅特警队集结待命。是。婷婷，太好了。是，马上行动。小韩，到。马上安排去大南山行动的车，你留守。是。少爷，哎，叫弟兄们准备东西，戴上魔镜，准备好了出发啊。是是。宋科长，我是冷文坤的。省厅批准我们行动。真的？什么时候出发？正在准备，准备好了就走。哎，我定。好好表现。冷队，这个6个小时以后打第一针，再过24小时再打一针，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一定别忘了。谢谢啊。还有冷队，这个石二雄和你带给他父母1000块钱。小姐。出发。冷老师。你小心啊。
多人跑了，他们应该是刚走不久。我判断两种可能，要不就是出境了，要不就是去了大南山。他们的情况我们不了解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通知开河河口边防加强巡逻，大南山沿途加强检查。是。怎么，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我们搜遍了开河，都没有找到白章的踪影。你觉得他会不会赴约呢？还是一走了之，从此销声匿迹了呢？他不会走的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就算不是为那笔钱，为了我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赶快回到社区，严密保护阿琼，保护好雨露社区。不对，不对，停车。总之，不错。阿雄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为什么呀？阿雄，阿雄，老大，你怎么了？掉头，我们回去。回哪儿，老大？回大南山。我要去拿回我的东西，就是拿不回来，我也要让它消失。老大，闭嘴！我还要亲手杀了那个畜生。我不允许任何人背叛我。怎么了？老大，要不你再想想。兄弟，伙计，你们都是跟随我多年、出生入死的好兄弟。如果你们现在要走，我绝不拦你们。但是如果你们现在跟我一起回大南山，我要是找到那笔钱，就跟大家平分。老大，我跟你回去。嗯，老大。你去哪儿我去哪儿，马上打电话给撤退的兄弟，我们杀回终南山，接着带上家伙。好，好。先去开河，
啊，老大，回开河。去大南山之前，我要先买个保险。领导，你看这点菜新鲜吗？还在睡觉呢。干什么呀？干嘛不多睡会儿？张叔，这是今天的早饭了。啊，对对对，热乎的。这么晚回来，晚点去也没关系啊。我说你虽说现在是个所长，但是工作也得有张有弛啊。你把自己累坏了。你才睡了几个小时啊，又急着走。你们俩现在一唱一和的，越来越有默契了。哎，吃完了再走嘛。我来不及了，我走了。拜拜。哎。一手都制高点，你带人前面搜一遍。去吧。是。你们下边。好。你们俩这边。好。你俩是。这里没人。我们俩这里看看。是是。你上山。是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蓝队，上面没有任何异样。蓝队，没有情况。我把路就带来。是。阿七，这是谁？这是阿琼的堂哥。阿季，水哥，这些大哥是啊，他们都是警察。
那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的事儿以后再跟你说吧。龙队长，这是水哥。啊。最近村里来过有人吗？最近，这还真来过，一帮人来阿琼家，然后说是阿琼的债主。我一看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我帮着阿琼就跑了。谢谢。阿静，阿琼绝对没有欠别人钱，我相信他是好人。你知道那些是什么人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些事我们还是交给警察来处理吧。哦，那现在阿琼还好吗？阿琼啊，还挺好的。我们这就去看他父母。你去吧。哎，通知老少，有情况马上汇报。是，我们走。这儿就是他们家。对，龙队长，有一个事儿，就我和阿琼的事儿，他们家人都不知道，所以是不是？注意警戒啊！老妈，阿爸，老妈，阿爸，是谁呀？哎呦，阿静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路过这儿，看看你们。阿琼呢？阿琼到哪儿去了？阿琼得看店呀，店里也挺忙的。阿静，过来，这个是谁呀？咱们家可没钱呢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哥，对我和阿琼特别好，是我们的恩人。那就请坐吧，我给你们端茶去。不用了，有一个事儿啊，阿琼让我来问问家里有没有一块头帕，挺漂亮的，她从来不戴。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啊，她舍不得戴，对，我这给她藏着呢。那个阿琼让我带给她，说没事想你们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看。那你等着，我给你找去啊。好。阿琼还好吧？他挺好的。他好长时间没回来，我和他妈呀还挺想他的。阿爸，你身体也挺好的。还行，我们两两口还可以。阿静啊，哎，是不是这一块？你看看。是这块吗？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那吃完饭再走吧。不了不了，还有事儿。吃完饭再走吧，来一趟好不容易。我回吧，好，好，留步吧，留步吧，好。哎，那慢走啊，阿静。好，您留步吧，啊，再见，哎。东西就藏在断崖谷底的山洞里，基本上没人知道怎么走，所以只有按着头帕上地图，才能顺利绕过断崖，到达那个地方。好，你带我们去。好。你等我一下。阿妈，阿爸，啊，我刚才忘个事儿，啊，这阿琼啊，让我给你刷点钱来，啊，哦对了，这还有呢，啊，一共是2000块钱，收下。怎么那么多呀？阿琼啊，人缘好，小店的生意也好。啊，挣钱也多了，收去吧。他这年那么辛苦，还是给他拿回去吧。他的一片孝心，一定要收下啊，收去吧。好了，我走了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哎，你慢点儿。走吧，走。叔叔啊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。刘队，喂，赵所啊。什么事儿？
宋婷在家吗？宋婷一大早就出去了，怎么了？啊？哦，没事没事，好。见了宋总了吧？没有啊。坏了。经理，见宋总了吗？没有啊。秦医生，见宋总了吗？没来过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我给宋总打电话，他的手机关机了，从来不迟到啊。然后给他家里去个电话，说他已经出门上班了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老高，提高警惕，我和刘队出一趟，马上回来啊。是。哦，嗯，今天上午小区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？啊，没有啊。你赶紧在10点左右把3号楼的监控放下。哦，好的。发生那么大的事儿，你们居然都没看见，装那么多监控里干什么的？喂，是交管局吗？我们有名警察同志被人绑架了。阿土，地点是红竹园小区，时间是今天上午10点一刻。对，那附近有没有出租车被盗？我要了解他的去向。我是省缉毒大队普翔，这个号是020205。出现在需要我的地方。
也许没有英雄的力量，我也勇敢加入这场黑与白的较量。也许没有英雄的伟大，只想帮助迷失的灵魂找到方向。我是一座桥梁，让你走过生命的彷徨。我希望我是一盏路灯，在黑暗世界为你点亮。不必再送平凡的形象，我只是出现在需要我的地方。也许没有英雄的